你们继续。你在干嘛呢？ 你是苏简安吧？我是你的老同学张俊凯啊。张俊凯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老同学，喝两杯去。可我不会喝。能告诉我一下你的秘密吗？ 你怎么还这么沉？哎，胡萝卜，看，这是来自爸爸的祝福。你看我苗不苗条？再喝一杯，我就告诉你我多重。<笑> 好看吗？ 不好看，还看？不看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啊？昨晚不是这样的。不对啊，这不是我房间的洗手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出去！啊，这原本是我房间。 只是习惯还没改过来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这个变态！彼此彼此。林楠解开了他那沾满血渍的衬衫，一道道伤口触目惊心，汗水淌过俊俏的脸庞，深邃的双眼凝视着林楠。 陆太太，吃饭了。徐伯，我还有赶稿呢，就不吃了。哦，陆总，太太她不下来吃，要不然我给她端上去吧。没事。 过来先把饭吃了吧。哎呀，不吃了，你赶紧把网打开吧，我还在查资料呢。那可能上不了网了。
好吃就吃。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我们约定过婚后不许勾三搭四，昨天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。我那是去工作。工作？你的工作就是在酒吧里和异性把酒言欢是吧？如果昨天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知道会有多危险吗？什么叫把酒言欢啊？你会不会用词啊？再说了，你和韩若曦天天在一起炒绯闻什么的，我也没说你什么呀。陆太太，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啊，你现在是我陆家的人，就得按照我陆家的规则走。陆先生，我们可是约定好的，互不干涉私生活，你有你的规则，我有我的底线。喂，雪倩姐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一切都顺利。是这样，林楠杀人事件不用更新了。为什么呀？雪倩姐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完成的。我已经说清楚了。别呀，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，你等等看就知道了。算了，你写吧，就当最终话了。好，谢谢雪倩姐啊。哎呦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怎么还没网？算了，去哪儿写不是一样的。去哪儿啊？不关你事。陆博言，把门给我打开。怎么了？又要去找灵感是吧？要你管！赶紧把门给我打开，否则我就告你非法拘禁啊！提醒你一下。这里呢是我们的家，陆太太。你这，把钥匙给我。不给。好啊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喂，我们可是签过不能发生肉体接触的合约。放开我！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。放开我！不给。放。喂，你别乱！防盗系统启动了，拿来。死机了？不是吧，你这什么破防盗系统啊，赶紧想想办法。你不是写悬疑小说的吗？很行嘛，自己破解吧。你行，别以为我没有办法。怎么了，陆太太？我们被锁在里面了，快点帮忙开开门！啊，锁。OK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是吧？徐波怎么走了？去妈家拿备用钥匙了。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